穿条纹上衣的陈姓男子激动叫嚣，甚至做事出拳打人。一旁女友试图劝架，挡在双方中间，把陈姓男子往店外推。但他正在气头上，一个瘦小女生怎么可能挡得住？九号晚间8点多，新北市五股工商路上一间知名牛肉面店门口发生6名年轻人的纠纷。当时周姓少年吃完饭，和一群朋友在店外聊天，脚酸了就坐在一旁停放的机车上。好巧不巧，车主陈姓男子带着女友回来牵车，直问你干嘛坐在我车上？对方却回呛：旁边那台是我的车，你也可以坐啊。两边口气都不好，因此爆发口角。因为有人讲说那边人在吵架，就要小心。那之后过10分、15分的时候，就警察有来。直接回到现场，机车停整排，时常会有人贪图一时方便借坐路旁机车，但一群青少年血气方刚，为此发生冲突，甚至动手推挤，大街上飙骂三字经，实在小题大做。记者杨子坚、谭可蒙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